今天发的食品，还发了一个检测新冠的这个一个盒，鸡腿啊，大盒鸡腿，得几磅？5.57磅。这个能隔两吗？割不开吧？现在放凉了。这是不是该扔了？这个。This is the right. A year after my father died, I was walking in our neighborhood. I said to myself, I cannot believe it's been a year. Then I heard my father say, "Sweetheart, sometimes I can't believe it myself." So I conclude, it takes a while to get used to another state 放不开. of being. Do you think people tell ghost stories to basically teach a lesson?That a lot of times we use the fear to sort of get people to do something or stop doing something. 又给它放到袋里了，放不开，冰箱太小了，那整个大冰箱一会儿，砖头搁这儿了，闷着那个虫子呢，那这个虫子饥饿而亡。草莓今天就吃了吧。草莓净重250克，产品属于美国加州生产的 Watson Valley。 3盒、4盒、5盒，一盒半斤，2斤半。好，好，搁这里。那这是苹果，这个跟桃分开吧。这是苹果。桃也是美国生产的吗 ？USA 美国4044，苹果，哈密瓜有点不新鲜了，发的时候就有点不新鲜了，是坏了，看吧，黄瓜，小黄瓜。小黄瓜，这个小黄瓜硬度还可以啊，硬度还是不错，但是胡萝卜更硬啊。什么人呢？这说实在呢。原来有一个照片嘛，一个。美女在超市，左手拿一个黄瓜，右手拿一个什么呀？萝卜，不知道选哪个好了。犯了难了，犯了难了。好了，感谢，我把草莓洗着吃的，拿那个蒸屉一冲，微波炉一转吃，不吃就坏了，没地方放。然后这个鸡肉给它放到一个袋里，因为这个盒有点太啥了，这个盒多少磅？5.57磅，对，5.57磅，那是农场。我还没错过新冠世纪呢，自己。几点了？9:50了。再见。
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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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草莓。